需要各自完成任务，是师徒之争。说很棒，我不能随便给情绪价值。为什么不能接触螃蟹？因为螃蟹是甲壳类。哇，这超难的耶！我就不会当间谍。你是不是因为今天股市美股一直跌，然后你整个人需要抒发，你整个能量开超强的？这是史上最明显的一个影片。